没留下刀疤。 你说他用刀划你了？没有，他就是拿手碰到了我的脸，所以没有伤痕。他居然敢碰你，赶紧洗掉。 像个老太婆吗？当然了，我会陪着你一起变老的。奇怪，我不过是磕了一下，怎么站都站不起来。 怎么会这样？我的超能力会不会是伤口疼了？我想自己处理一下，你在外边等我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自己小心，有事叫我。 去医院。没事，我就是太饿了，头有点晕。你送我回家好不好？我想吃柴姐煮的饭。